调查显示，新加坡、香港和法国首都巴黎并列为外派人员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这是《经济学人》智库发布这项调查以来首次有三个城市同时获选为外派人员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巴黎和香港在上次的调查中分别排在第二和第四位。 这项调查涵盖全球一百三十三个城市的四百种物品，包括食物、饮料、服装、私人学府、帮佣和休闲成本。结果显示，新加坡和香港的生活成本比美国城市纽约高出了百分之七。纽约和韩国首都首尔在排行榜上并列第七，而排在前十位的城市还包括了大阪、苏黎世、日内瓦、哥本哈根和洛杉矶。